跟住陳浩源先生，感謝他一直致力以運動推廣共融社會。而家我哋再次有請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官方認證人鍾善恆先生為我哋致送獎狀，有請兩位。掌聲俾我哋兩位嘅嘉賓啦！因為喺我哋嘅運動推廣方面啦，大家都知道陳生係不遺餘力，所以呢個時候亦都誠邀鍾生為我哋頒發獎狀，俾陳生兩位望向大會上嘅鏡頭先影張合照。亦都先望望鏡頭 ，OK。好，我哋成日邀請兩位嘉賓留步，因為我哋會邀請我哋嘅主禮嘉賓，連同證書同埋獎狀，一齊嚟到半幕影大合照，記錄呢個珍貴留名嘅時刻。我哋邀請去年的殘奧攞到獎牌之後是很激動的，特別是因為全香港都看著你攞獎牌嘛，第一次、全香港都可以看到殘奧，自己都在當中攞埋獎牌，回到來都是被這個、運動的熱血包圍住，香港都很愛戴我們一班運動員，所以都很開心的，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就更加覺得其實運動不是只是屬於運動員，亦不是只是屬於精英運動員，其實它是屬於每一個市民，所以自己都很落手落腳去推動運動和在共融這方面，所以就、今天都特登過來支持這個這麼盛大的活動。其實有的，其實因為、其實因為這個會呢，香港地會總會呢，其實最初我都是有份，是其中一個、founding member 來的，因為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很可以、令到不同人士都共融，包括、相見共融，包括長幼共融，男女細蚊仔和成人，或者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等等，就做到一個我們叫做多元的共融，所以一個這麼好的活動，我們就覺得、應該是要推廣樣，當然、開了個頭之後，之後就因為我要集中在運動員那邊 的身份，所以我就、他們就繼續搞下去了，我就一有這活動我都會出來支持，今天見到他們搞到這麼盛大我都很開心。其實我是真的覺得、當然在日本參加的時候很緊張很大壓力，但我們都知道有香港一起陪著我們，其實真的不要說你，其實我活了去年36歲了，活了36年都未見過香港那個運動熱潮是這麼厲害，所以我們臨出發之前其實都已經感受到這個氣氛，因為我們是承接著奧運那個熱潮落到來，我們殘奧實在是很厲害，我們都有些受寵若驚的，但是在很緊張的時候，我們知道有香港人一起撐著我們，其實都是給了一支強心針，我們一路繼續、好好地打下去，有很多人支持我們，特別在、四強戰的時候，我就、隻手受了傷，到打銅牌的時候，你要頂住那件事，我收到很多的祝福、收到很多的支持、叫我堅持下去的訊息，其實那些都令到我可以真的爭我一點堅持下去，到足之成功攞到銅牌，所以有香港市民的支持，香港運動員是可以走得長遠啲，同埋走得好啲嘅。其實真係好希望所有活動都翻翻曬嚟香港啦，出翻曬嚟市區啦，特別係、有啲大型嘅國際比賽可以繼續喺香港度搞，因為其實過去幾年都證明咗香港市民其實係好中意運動噶啦，特別香港市民係特別支持香港嘅運動員喺香港度作賽，咁所以我相信香港運動員喺香港作賽係會打高半班波嘅，咁所以都希望。在疫情許可、政策許可的情況下，多些活動或者多些國際的城市在香港搞。其實接下來三日後我就會出發去日本打、今年最大的世界錦標賽，在日本去年殘奧的場地、過去這兩三個月自己都、很為這個比賽落了很多功夫去準備、預備和訓練，希望會有一個好成績啦，希望繼續帶好成績給大家。我現在宣布參與地會活動累積人次9500人，刷新可持續發展世界紀錄，成功！唔該曬，亦都邀請鍾生留步，大家嘅掌聲同歡呼聲可以再多啲，再熱烈啲好嗎？非常之厲害啊！有9500嘅推會人次達到呢個紀錄咧，實在一啲都唔簡單噶。呢個時候，我哋有請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先生，陪同今次活動嘅主辦機構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先生一齊見證呢個歷史時刻，有請兩位。呢個時間我哋邀請鍾生啦，我哋頒發我哋嘅主辦證書，以及係市區重建局嘅名，咁確認我哋活動已經成功創造紀錄，全力推動同埋支持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咧，大會都準備咗獎狀俾黃副司長，由鍾生為我哋致送獎狀。咁我哋邀請我哋工作人員可以準備將呢個獎狀嘅嘉賓，我哋見證呢個咁重要嘅時刻，掌聲俾我哋舞台上面嘅幾位嘉賓。每個活動嘅成功舉行咧，實在有賴咧各個單位嘅鼎力支持啊！幾張靚相，又有相機，又有手機，仲有全部朋友嘅好多嘅鏡頭記錄呢個重要時刻啊！好，再次借大家掌聲俾我哋嘅。好，
快上嚟，我哋咧呢次先由康叔。Yeah.